好，欢迎来到思贝鸟 channel。 今天呢，我要就是回答 10K Q&A， 所以我们就 Let's go。 第一个问题，我妈到 ODD， 我妈到 UDLS， 哪一个最帅，哪一个最丑？做一个新加坡的，好，有机会的话我会看看，看比较一下哪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他们的那几根，他们的 spicy 几根是怎么样的。哦，这个是直播女神，差一点点而已哦，很快达到 10K， 加油！我想问哦，你有女朋友吗？你的理想女人是怎么样的？我的理想女人啊，是你哦。你身高多少？年龄多大？最喜欢吃什么？你喜欢吃什么游戏？我喜欢的游戏。我身高大概只是165吧。然后我年龄呢，大概25岁。然后最喜欢吃什么啊？我喜欢吃火锅。游戏的话，我就很少玩游戏啦，所以游戏的话应该还好，也没有什么太过喜欢的游戏。我很想跟你们拍一起拍影片，可是我太小了，确实是。当然可以啊，没问题，一起拍影片嘛嘛 ，OK 的，没问题。读书很厉害的。我其实我读书还好哎，我读书厉害了，而且我也不想读书啊。以前我不想读书啊，那现在其实还蛮喜欢。大学有读书吗？我是没有读过大学啦。做的工作的工钱够维持生活吗？做的工钱当然是能够维持生活，如果没有办法维持生活的话，这个工很难继续做下去。我的理想结婚的年龄是啊，差不多30多岁吧。我希望我的另一半呢会能够体验酸甜苦辣。假设 UK 和 LS 同时在水里面，你会选择第一个去水？如果 UK 和 LS 都掉进水里面的话，我应该不会救人啊，我应该就拿我的相机拍，放在 YouTube 给你们看。未来你有没有打算偶尔或者翻唱一些歌曲？会想试试的，翻唱一些歌曲会想试试。好，问一下，如果有了女朋友，会不会考虑？我也是要尊重她，如果她不要也 OK 啊，我还要也 OK 啊，就是这也没什么啦。希望能冲中我。你多少岁？25岁哦。你在新加坡做工啊？还行啊，工钱也还行。你可以在妈妈一起吗？我妈其实她很少上镜啊。好了，有机会拍给你看。加油！恭喜 Tony 哥哥破了100万，抱歉我吃了，但一点要小心我。我知道你这样子问题有点负面。请问你的证是什么？我其实是一个某 gamer。如果上面的影片你会是什么想表达？你会怎么做？其实我每个影片都会有说明的，这我觉得看久了就正常了。而且坦白说，说明只是放大而已。其实我自己私下生活的时候，朋友圈还是会有一些酸我的朋友，其实都 OK， 酸惯了吗？没什么，我也会酸人，对吗？我是没有后悔当 YouTuber 啦。25岁要我一年，其实拍 YouTube 一起合作影片，我是没有分年龄的，只是讲我只是时间上可能有点不一样，
所以要你们两个人要一个时间配合到一个点是，其实我觉得蛮困难的一件事情。啊，靠北工程师，到底是不是我的第一支影片呢？如果你的老婆和你妈妈掉进水里面，你会救谁？哎呀，这个问题真的是太难回答了，太难回答了。如果是你，你会想呢？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。哎呀，这我真的回答不出来。你觉得我帅吗？哦，纹身少爷，他也是一个 YouTube 来的，然后他是一个很努力的一个 YouTube。你觉得我帅吗？帅，觉得你帅，比我帅。为什么你要做 YouTube？ 我做 YouTube 呢，其实就是娱乐嘛，就是玩而已啊，我就是娱乐一下，拍拍一下影片。我怎么认识 YouTube 和 LS 的文？我其实也是上了做了 YouTube， 我才认识他们，而且他们都是在我的附近的 area， 就是九号。有否可以在马路上唱我们不一样吗？马路上唱我们不一样。你喜欢什么歌？我喜欢的歌其实蛮多了，蛮多的，只是要看那个当时那个时候的情绪，那时候情绪喜欢听什么歌就什么歌。恭喜你要到达100万！啊，继续加油，继续加油！会来选了吗？会啦，只是不懂几时而已。你喜欢什么 YouTuber？ 你觉得当 YouTuber 是会辛苦吗？我觉得当 YouTuber 蛮辛苦的啦，其实。当然他们辛苦不一样，就是他们辛苦就是里面当我们在做的时候，我们会有玩啊，一些玩啊，一些的体验呀，当我们在做的时候，当然是也算是一个辛苦的一个工作。我最喜欢什么 YouTuber 啊？常勇吧，马来西亚的话就是常勇吧，我蛮喜欢看常勇的影片。在便利店好，我是可以。好，医生对。给公开你的微信号码吗？微信号码就不可能了，微信号码应该不能公开，因为微信号码我只加一些就是很熟的朋友，还是有一些联系的朋友我才会加。在路中间。还不是帅哥，在路中间还不是帅哥，在路中间还不是帅哥。你只是才有女朋友，遇到吧，还没遇到，等一刀先。我没有女朋友啊。我认为自己长得还挺不错的，看着看着都顺了，你今年几岁？啊，25。你想过剃掉你的胡子吗？我有想过剃掉胡子，但是我也想要修修看。啊，只是胡子有时留太多哦，我要留到一个程度，然后叫一个专业的人帮我修修看。还是可以去接工的时候，这个手臂膜我也去看看一下，谢谢你。我住在马来西亚的罗佛，不需要当 YouTuber， 就是玩吧，玩呗。你可以帮我的 YouTube 全的宣传吗？去吧去吧。当初为什么想要拍影片？觉得现在有违背初衷。当初拍影片就是玩吧，也没有讲我需要做什么事情。去玩吧，因为我其实自己也蛮喜欢演戏，想要去体验一下各种的角色。你的朋友是不是帅？靠北工程师，
是不是我的第一部影片呢？我可以和你合作拍影片吗？当然可以啊，没问题，只要我们时间配合得到，其实都 OK 的。哎，记得我吗？好，这个影片都是传说啊。我的第一个影片到底是不是在福曼边拍都市传说呢？这些答案呢，等一下我们再揭晓。你觉得谁最帅？我最帅哦。请问可以看你的拍摄大镜时间吗？如果有机会啊，我觉得我还是会拍看看，看有没有新的十八禁薯片。我觉得现在的十八禁薯片应该是很多人在拍的，看有什么新款的，可以来试试。哦，靠北工程师，到底是我第一部影片呢？你的第一个露脸的影片是是中国有嘻哈那集吧？你在新加坡是什么？我是 Pokemon 哦，在想么做 Pokemon 哦。我最喜欢哪一个 YouTube？ 常勇，马来西亚的常勇 YouTuber， 其实会轻松的看。好，如果可能新抽想出道的话，我就会再安排，然后我会私下跟对方说什么时间点适合的。Hello， 你第一次在露脸的是宠物世界吗？不好哇，可以啊，没问题。你真的，我其实我没有玩王者，几乎没有玩了，我很少玩王者。第一支露营的影片应该是都市。我发现到都市传说跟那个靠北工程师比较多人选。我不是 gay， 我是正常。其实你有打算和其他出名主播合作吗？口利用。加油！我当然会有打算想跟他们合作，只是想说，可能我的 level 还不到那边吧，他们的 level 比较高，太高了。你有没有去过那边？你是不是 gay？ 我不是 gay 啊。这一题答案是不如三个问题答案一样。哈，你是不是有过有人会问问题这些？这个问题是。这一条在拍我影片中你学了什么？我学会了什么？在这影片中我学会了什么？学会了如何跟观众互动，如何跟观众做朋友。你会拍这样的影片，会不会有一系列的影片？之前有想过一系列的影片，对啊，就是在想吧。其实我也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题材，还有一个很好的剧本，就是拍这一系列。真的10K订阅了，不够我吃的。谢谢你啊，谢谢你的祝福，你也加油哦。你有女朋友吗？我没有女朋友。我是做某边妈妈，是在马来西亚，老婆，然后你几岁？我25岁。你没女朋友没有？没有谈过恋爱，我是没有谈过恋爱。没有喜欢的人，没有。10K 期待出片，请问你可以挑战史莱姆吗？应该不会啦，史莱姆应该不会再挑战了，因为很多人在做了，然后我也没有那个，我也对史莱姆其实现在没有什么兴趣了。可以不可以拍电影？拍电影啊，再想吧。剧本，再想剧本吧。是什么让你想做一个呢？玩哦，就想玩拍摄一下，然后拍我的人生，以后老了可以回忆。
要怎样才可以像你这样帅？要像我，像我你就完蛋了。董力哥哥，请问你导到多少订阅数目呢？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越高越好嘛，对吧 ？EM 吧 ，EM 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你第一个录你的影片应该是个什么事？到底是不是？你要数学吧？可以去爬山吗？或者爬树吗？后面给我笑了，去爬树。有创意，不错。微电影，有个新的答案哦，微电影哦，加一，好。为什么开始就有点喜欢了？黄呗，是工程师的影片，穿蓝色衣服。工程师的影片其实是我是穿一些办公室吧 ，office 的工作吧。我的朋友，和平吗？福伯和韩强非常喜欢你，他们希望你可以做爱心的动作给他们，谢谢你。哦，谢谢你，工程师。哇，工程师，对，是不是呢？你没有吗？是我没有。哦，这个阿东，对，没错，这个阿东我已经在上几个影片有做了这个影片，所以你们可以去看看。对，谢谢阿东的留言。那家都在马来西亚哪里啊？在罗浮宫。哦，没有哎，我很少玩 game， 我很少玩游戏啊。及时回答问题，现在哦。你觉得你帅还是你不帅？在我的影片我帅，在他的影片他帅。请问是什么动力？有没有激励啊？有没有什么动力啊？有没有什么激励啊？就玩哦，有空就拍玩哦，这样子。你觉得上个 YouTube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？要敢。YouTube 的收获是要敢，然后你要有很多创新创意，然后你要想整个的过程拍摄。然后想怎样说服团队的人跟你一起配合，其实蛮多收获的。你喜欢谁？我喜欢谁啊？我喜欢谁啊？我喜欢谁？这个范围太大，是你朋友还是你主播？可以减肥吗？可以，没问题。你用什么手机？我用 iPhone 吧。为什么你会在新加坡做工？来新加坡做工是为了什么？当然是赚钱啊，对吗？赚钱。你的 home town 在哪里？你的职业什么？我的 home town 啊，我 home town 在九号罗浮。那我的职业是保安吗？可以跳下海草舞吗？其实我不会跳啊。如果给你500万，你会拿来做什么？投资我的作品。希望你有10K了。我想问你 ，UK 和 LSR 奖金是可以用？好像你们一起去什么梦，或是逛街？哦，这个。我就要再看啊，对啊，然后也不是因为这个，是因为要安排的，然后就安排这样子，看吧，有机会吧。我帅还是我帅？你是如何认识的？就是通过，就是我们有队友筹码，然后就是拍，我就认识了。你什么时候要减肥啊？快的，你几岁？多重？身高多少？多重啊？我差不多有80吧，80公斤。身高就是165吧。
慢挨一下，你的体重找一个朋友坐在你的大腿一分钟，被你朋友走路一分钟，那你朋友是不是哇，这个好像是一个体力活，哇，这好像是在挑战体力。他们也不是 gay 的，他们只是不知道，其实他们不是 gay 的。其实你和 UK 和 LS 是什么样关系的？是你们的第一次见面在什么地方？我们第一次见面在什么地方啊？在公园，我没记错的话，我们是在公园见面的。为什么之前我都懂，是不是做 UK 做不到，还是 gay 的问题？其实我家人很少管我做什么东西的，啊，其实我家人很少管我做什么东西的。我去新加坡呢，很简单，就赚钱罢了嘛。然后为什么 YouTube 赚不到吗 ？YouTube 也是赚到，只想还 OK， 还 OK， 只想我兴趣有两个，啊，两个就可能我的正职的我可能放比较重，然后 YouTube 可能放到一般吧。我兴趣的来比较的话，有考虑入考我什么？想吧，打算几次结婚？三十出吧，二十多岁。有点 Spiderman， 不错，我也喜欢，但是我更喜欢 Superman。是什么原因让你想这个玩哦？就是玩，没有什么原因啊，就玩的。可不可以和你拍一遍呀？ Yeah， 当然可以啊，我们有时间配合到当然是 OK 的。你多少岁？你身高多少？加油 ，Bro！ 我25岁哦，身高165。第一次露脸应该是特别东西是吧？主要问题是你心事几步？吗？是我眼睛近视几度啊？我也不大清楚，差不多两三百吧。你会放弃做一步吗？YouTube 是不会放弃的，因为我没有把 YouTube 当成一种正业来做，所以这个问题在我身上其实还好，我这问题在一些比较正直把 YouTube 当成正直的人来做，这句话对我们来讲就是可能比较有大的意义。如果你有100万，你想做什么？投资作品呢？投资我的作品。你是什么星座的？我是狮子座。狮子座。为什么你拍的影片那么搞笑，那么小孩子？不要无视我，这么回来就是。就是玩哦，好玩就是这样。为什么你？像是那么差，声音那么小，请回答。我不知道，可能在这个技巧上面我还要学习。傻逼，拍死自己。岁有25岁，为什么你背的这样多？不知道哎，自然哦，背到就自然。第一秒报道，对，好了 ，Q&A 的回答回答完了呀，谢谢你们大家的留言，还有那个 Nerf Gun 水滴赛，我就要回去做一下总结，然后看看谁是幸运抽奖，我看看谁是幸运人能够拿到我的 Nerf Gun， 所以之后。如果那个抽到的那个人，我会私下联络你，所以到时候我们再联系吧。所以 ，Let's go。Hello， yeah， 追回到来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来抽奖，看谁能够成功获取我的 Nerf Gun。
这个网站呢是我朋友介绍给我，他就是创业世界 Yugi， 他跟我说这个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网站，就是能够搜寻你这个微这个影片下面的所有的留言，所以我们现在来试吧。因为我记得之前的哎呀也是用这个软件，也是用这个网站来完成他的抽奖活动的，所以我又抽到了贩子，对不对？贩子 Nerf 靠北工程师，对吗？所以我现在要去看贩子有没有在我那个影片下面按加一。哦，有耶，有，他有在我的这个影片下面按加一，所以他是过关的，所以我们现在要看他的答案，也就是靠北工程师这个答案到底是对还是错。 OK， 现在答案终于揭晓了，恭喜范子，你终于拿到我的 Nerf Gun 了。哎，没错，我的第一部影片露脸的影片就是靠北工程师，我是在一间公司，然后是利用他 的会议室来拍这部影片的，就是靠北工程师，其实就是蛮冤的那种 board game， 说他们是一个怎样的，他们的工作是怎样子的，就是拍出来让大家了解 board game 是一个每天都就是面对什么样的情况，什么样的问题，所以恭喜范子。所以呢，我现在呢就要私下联系他。好了，今天影片就到此为止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